以前不就这么搞的吗？以前提亚马特加黑切不就是出长剑出门，然后靠那个钱，那个经济把那个多兰的顶掉之后，你买提亚马特加黑切，价格就变低了呀。没事，你就补你的刀，没什么关系。这屌东西打完是真的痛。干嘛？弱爆！经典弱爆！人马踹我不一定会死，真的，人马的血量踹我不一定会死，你们信不信？啊、他不来找我，就长枪我就完事了。用你的血量去换，操了，他妈的没吃过了。看河道去，我也行。被塔打了一下，不然不用死。可惜，可惜。太多小兵了，卡我走位。这波不等，等了要掉东西。那塔不打我的话，我可以活活 A 死他，你们信不？因为我有小兵，那小兵全在打。这波线我们要推，快点把它推！曹操打刘备，我操有农！哎，这就舒服了，这样子就 OK， 然后再买黑切，2750。2750还是很容易打出来的。我操，他买这个，他要出新宠。马上六级，为什么不直接咳血？咳血没伤害。咳血不加伤害。他在干嘛？发呆啊、喜欢发呆。喜欢发呆，踢我吗？哇，真踢我啊！
哇，你还开他！我扎你的！ 可惜了，被他打到了。哎呦，没打死这个亚索，打死他就好了，打死他就好了。买这个好呢，我决定再买一把长剑，多10攻击力，杀人会快一点。这样的话就是30、65攻击力。 我死了还是挺伤的，他掉2个镀层，他焦点了。关羽玩的有点差，哼哼。罗铁刺鞭不是脆，还脆呀、啊，不脆了兄弟。要换一种思维玩，他不吃了，可以再吃一层，他怕被我断线。 下路又在吵架了，快好了，就打个900块就有。人马在下路。 我打死了，这塔打得很痛的，可惜。哇操，这么多人，马上路跟打麻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不够钱呢。可血够了，但我不想出可血。出可血吗？出可血我就拖我黑切的出装速度了，这要等一下吧。 一定要先出黑切，不能先出可血。是的，这塔很痛的，打的现在贼痛。哇，等50块，难受。等一下，我是不可能出可血的，出可血不加伤害的，也可以出，但是没必要。先出可血能一个打一群的，哦不对，先出黑切能一群打一群的。 这南墙应该不会吃镀层，应该会去帮这人。先出黑切一套就死了。塔现在伤害太高了，是，真是350，75。 这跑去到处乱杀人，他应该要上来了。现在没以前那么好约塔了，是吗？ 真的难打，没事，他没大。
闪现13分36。这打不死的，我操！他塔下一站就真的很难杀。我是你哥还十级了。这伤害又高又打不死。还有吸血，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好难杀呀，主要是他队友前面还来帮了他好几次，就更难杀了。单杀有点尴尬，他回家清虫了。他回家清虫，为什么不先和可雪？和可雪这样伤害太低了，打不动人。不过好处是有个全能吸血。火槽台出了个黄叉，别约他了。他妈追都追不到，他跑太快了。哎，黄叉这个装备是真的烦。我好难杀呀！是真的难杀。没办法呀，跑不掉了，这里太肉了，打不死他们，难受。哇操，太肉了，这些人打都打不动的，唉，急了。那你说咋办呢？等他的毁灭冲锋好了，你还是得死。不行，他现在这个游戏就是逼着你强行去团队。强行你逼你去团队，你知道吧？让你跟队友配合，多跟队友配合去杀人，那怎么可能嘛？路人，你让我去跟队友配合，做不到呀！不下去还能操作，操作不了，要开毁灭冲锋你也死了。
黑切铁石鞭。第一间做咳血其实也还好，你有全能吸血，但是伤害就没那么高了。哎，他跑太快了，我操！他二级血都没合就四百多一速了。打不死呀，怎么打呀？妈肉的要死，怎么打呀？男枪的英雄，哇，这些英雄这么肉的，怎么感觉都这么肉？是的，要不下次就不出黑切打男枪了，感觉有点笨，追不到。我可以直接咳血加冰刀会好一点，我觉得。还是得咳血加冰刀，这把应该咳血冰刀再补黑切就好一点了。哇，这么肉的，这比我还肉。要输啦，兄弟们！男枪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愁伤害。我被严重削弱。根本打不动，你知道吧？现在的英雄真的打不动，我操。贼疲软。剑魔是固定伤害啊，没办法。一爪子跟上剑魔三段 Q 的伤害速度。刺客英雄他有穿透不一样的。啊，这能被那每一个大招抢。有点难受。这把我感觉其实应该可以有加冰刀的会好很多。出错了，这把黑切好像没什么太大用，黑切后面补会好一点。这把应该先咳血揉冰刀吧。我的妈呀，这！能打吗？这别人怎么打我这么痛呢？
我可是个战士呀，怎么别人打我这么痛的呀？我打别人都不掉血的。要记了。他妈的，我身上的装备比别人贵，但是我打不动别人，这就有点可笑了。我等级还比他们都高。出十五，你自己开百个去出。妈的，刚刚什么伤害打了我？你他妈这是辅助吗？这是泰坦吧？我操！哇！他都打不死。冰刀感觉必备是，不出冰刀真连不到人。下一件做蓝盾吧，蓝盾或者大反甲，反甲，先反甲，然后再那个。可以，现在打得动人。我要除了现在这个装备，我才打得动人。妈的，跑得快的要死，真的是服了。根本追不上他们。但我又要重新审视一下黑切，这感觉又不对。可血冰刀，可血冰刀十五。但我又不想做食物，你们给点技能呀，怎么全在看呢，我操，上去打他呀。哇操，这娜美怎么那么肉呀，我操，我受不了了。人人都是坦克，十五的被动要杀死人才能触发。你现在你连人都杀不死，拿什么触发呀？这玩弄手就一刀一个了。卡莎都刮，这卡莎是辅助，真的去玩弄手一刀一个，不行就玩婉豪，一个 W 打一群真伤。
感觉纳美肉很多，是的。这设计实在恶心人，强行让你去团队，怎么可能团队嘛？跟素不相识的人去讲团队，怎么可能团队？团队不起来的。教学一把诺手，也不是不行。诺手杀人还真挺简单的，我觉得。他妈的，娜美扛了两个人的输出。娜美他妈扛了两个人的输出，我操！一个娜美扛两个 C 位，两个输出英雄的输出，我操！太顶！你跑得再快一点可以吗？怎么那么肉啊？你们可以不要那么肉吗？而且我是两个穿透装啊，一个穿就直接这两个装备能穿50的，你们怎么那么肉啊？拿下兄弟们！黑切为什么优先级高？